小铃玩具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黑暗 X 女王。听说大家对我上次用黑魔法制作史莱姆怪兽非常感兴趣，都想知道这史莱姆怪兽是怎么制作的。其实除了怪兽蓬蓬粉，还有其他的办法啊。对了，我不只是魔法世界的黑暗 X 女王，我还是小铃玩具的艾希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玩的就是史莱姆水晶泥染色洗衣机，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。 Let's go。 第一步，放入干净的史莱姆水晶泥。第二步，放入史莱姆染色颜料，按下按钮。第三步呢，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颜色的水晶泥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那我们就赶紧开始来制作吧。在制作史莱姆怪兽之前，我们要准备这么多东西。首先呢是透明的水晶泥，然后就是这个染料，还有呢就是这个洗衣篮，这个呢是洗衣液的盒子，这个呢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染色洗衣机。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。贴纸呢就贴完了，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。首先第一步呢，我们要放入这个透明的水晶泥。它这里有标注颜色，这里是蓝色、红色、黄色。史莱姆怪兽，快出手！小林，我不会让你的诡计得逞的。我小林可是出了名的爱玩玩具。那小林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玩啊？当，我要做一个史莱姆怪兽一样的水晶泥。那我就做一个彩虹水晶泥来挑战你。那我就接受你的挑战。这边呢有红、黄、蓝三个三原色，你知道彩虹色的绿、紫还有橙色要怎么做吗？我要做紫色的史莱姆，那我应该再弄一点红色进去，就能做成紫色的史莱姆啦。他怎么知道蓝色加红色就是紫色的呀？哇！然后开始，搅起来。我的红色已经做好了，很漂亮，开始变成红色了。那我现在要来做黄色的，滴一滴，开始搅拌。好了，我的黄色呢，结果变成了橘色，因为我这个洗衣机里面呢，残留了很多红色，橙色先做出来了，很漂亮吧？红橙黄绿青蓝紫。那我的这个已经很像紫色了，所以我要把它和之前的蓝色混到一起去。我的彩虹史莱姆七个颜色都已经做好了，我的也差不多就完成了，而且我还给它捏了手和脚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把它混起来变成一个彩虹。那我就马上要给它贴上眼睛了。我的彩虹水晶泥已经完成了。
我的紫色史莱姆怪兽也完成了。史莱姆怪兽，给我空间小铃吧。怎么又变回 X 女王了？呀！好累呀，小铃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那我们数一二三，我们一起放下。一。使用魔法可真累呀！好了，我累了，不玩了。啊，安西，再陪我玩一会儿。